听到的不是很久一段您一起拍的文化中心一直就是把我们中国文化跟外国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慢慢的慢慢的渗透进去，给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真正的深度，也花了我们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到了后面就很容易的。现在一讲中国电影啊，或者讲国际配酒、当地文化啊、中国配酒，成功有连接啊，其实需要大家的力量，慢慢讲好中国故事，把我们中国文化推广出去，包括我们现在穿的长袖一样。